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大叔观战，来观战一把高分段的鱼女。阵容方面的话，佣兵、机械、祭司、园丁，园丁，不过园丁打鱼女，拆椅子的话，这张地图反正鱼女对吧？啊，不，园丁拆椅子，大家懂的都懂啊，就死角啊，就这张椅子，就这张椅子，哎，待会儿反正看一下。届时三爻有没有？有，这还是个薄命三爻的。祭司有没有？祭司没有，祭司没有。园丁自己有没有？园丁自己也没有。这薄命有点多啊，三薄命。届时压脚步，过来找。哎，这个脚步压得不错，但是鱼女这边还是发现了。然后这个收叉收得非常 nice 啊，这个圈有点大，位置被压住，一刀漂亮。他这个圈包的好大一个圈，这戒指直接被包里面走都走不出去。过去还看到了一个娃，顺势把娃也打，优势很大。但是他这刀好像不敢打了，怕摇下来，毕竟这戒指三摇，三摇机械啊。这边，因为带了浩哥知道，相对来说这个欠人还是比较快的。这边娃蓄力刀应该是带走了，一刀。园丁过来救，园丁过来要救人，收叉，起盾救完，追。我觉得当时可以打一刀园丁啊，他这边是想要包一个机械师，把这个洞哦，他怕这边结实穿大洞。娃娃想扛没能成功，那这把园丁应该是起不了太多的一个作用了，因为这边椅子还比较多的，对吧？你拆一张，我挂另外一张。就这张地图的话，能打的椅子点也就是小门那边是比较固定的，其他位置的话，特别这边啊，四号街这个位置椅子拆了，它中间大石头有，然后这边地下室后面1、2号机那边也有。不太能够通过拆椅子战术来打回来的，冲一手破盾，收来这边，水气再涨，一刀打中园丁还可以，这波园丁也算是把人救下来了。再起，这边冲刺收叉，却没包住，一刀挂飞。机子是肯定不够的，这把的话，这机子差很多的。鱼女的话，应该是带了一个底牌吧？我觉得她这边可以，就是开一个那个回游加速去其他点找人。哎，这边通知到园丁，那这园丁得走啊！这园丁被找到了，这个局就结束，直接切传送，丢一个叉，然后收叉，差不多的园丁就要被带走了。一冲，把盾给冲了，再一冲，好，找机会收叉。这边拉开了位置，看下收叉，没机会，没机会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位置架住了。好的，外面机子不够，佣兵要来救一波人，我们看下机子怎么安排啊？有多的机子，哦，这机子其实看上去不够，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上帝视角来看这边，对吧？地图的左边还有非常多的遗产啊，路人局机子多修了。不太好打，不太好打。祭司如果说能把那个两台大遗产给修了，可能还行。祭司修的中间的机子，这边继续画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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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行。这波画圈没画到东西，佣兵的一个走位比较的有经验啊，比较的老道，他就蹭在外面，不给你机会，收一个叉包在里面，园丁90%几要倒了，没办法。这位置这种地方配一个二阶的鱼女压住，必倒无疑啊，必倒无疑。又没补掉，这样的话，祭司这一台修，然后佣兵再来救一波，还有可能，还有可能能玩。但是佣兵那边机子亮掉了，看这边机在动，就可以往佣兵那边顶了。一个护臂，
还有一个冲刺，还有一个冲刺。这边的话，这个冲刺要来画圈圈，继续打一刀吗？打一刀的话，这边人救下来，那应该是一个三人开门开门战，三人战场开门战。有传送佣兵贴门的，这边佣兵倒地，其实不能急，要等，最好等等这个园丁最好吃一刀什么的。这边画圈，再画收叉，好的，一波爆，亮一刀 ，nice。哎呀，这后续的这一波收叉收的好帅。传送找佣兵了，看到佣兵了，直接传送找佣兵了。这样的话比较稳妥一点，你说你过去走过去嘛，来不来得及可能也来得及，但万一呢，对不对？但万一呢，这把这个鱼女打的是真的很精彩了，非常老道的一个鱼女。开门战之前的那一波，对吧，压机战的那一波安排得当。66，快走，我走地窖。好的，同学们，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